了吗？我们做钥匙圈，钥匙圈，这做这么细小的东西都可以做出来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这样。等一下要用那个圈，钥匙圈那个锁住，锁上去。一直把它贴上去，把它贴。对，这个属于比较小的东西啊。这样等于说要学久，就比如说大件小件都可以做出来。对对，今天做大的，我们已经做一件起来了。嗯哼，现在做小的哈。那做几个钥匙圈呢？这是做两个。造型蛮可爱的。你不要让它这样顺着下来吗？你要让跟它一样这样子吗？那杯金色的这边，对，在那一边。对。有没有？这样就不会那么亮，也不会那么重。虽然是金色，可是让它整个色调把它彩度把它降低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好啊，你第二次再把它吹干，在第二次上。这是抹亮光漆吗？不是不是，这是让它整个色调让它不要那么强烈。没有，而且是用金色的方式去把它给降下来。旁边我们就让它消光。才不会这个，你是一个边而已。所以说，连桌边都要注意它的美感。对，整体的效果都要出来。那你这边的话，我是建议你看你要咖啡色还是金色。如果说蓝紫色也是可以。蓝紫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